宋仲基说，如果我画得很难看的话怎么办呢？画得很啊，已经开始了。乔妹画了一个锥子脸，他干嘛呢？请等一下，아니에요이게아니야，不是，不是这样子的才对。 OK，二十秒，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哦，哇，宋画家，哦，잘그렸네요。哇，宋画家画得很帅，很好看。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女神乔妹，在你的心目当中就是这样好吗？저희마음속에있는여신분이송중기씨마음속에는이런모습이었나요？你这个披头散发的女性代表什么意思啊？머리도헝클어지고이게무슨뜻을의미하는거죠？宋先生要爪子你？什么？我说你要干什么？무슨뜻이냐？아니제가보기엔최고이쁘게그린건데这是在我心目中画的最漂亮的一幅画啊。漂亮吗？乔妹看到这样的一幅画什么感觉？송중기씨이런그림자화상보시고어떤느낌을받으셨어요？죄송합니다선배님。前辈对不起，할말이없네요。我无言了。确实这幅画很难用言语来表达。이그림은정말뭐라고말로설명할수없는그림인것같다고여러분잊어주세요잊어주세요宋先生 请大家忘记忘了。宋先生您还满意宋小姐画的这一幅画吗？그럼중기씨는이제송혜교씨가그린大眼鼻子不算高。저는굉장히마음에들어요。我个人非常的满意。네，个人非常的满意。嗯，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画家换人了，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画家。谢谢，谢谢。接下来该谁了？제차례입니다。宋仲基来，宋先生。 OK，三Yes or no? 1, 2, 3. OK. 好，我们来看看 Yes or No 的内容。네，네，这个词呢有一些疑义啊。Yes or No 可能是我们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的有点不太准确，对不对？那大概呢这个词的意思是，等一下我读一下手卡。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宋慧乔，跟生活中的宋慧乔一样吗 ？Yes or no？ 송혜교씨모습이요。자하나둘셋，yes。Yes。Yes。那你给我们讲一讲生活中的宋慧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女神？실제송혜교씨요。실제송혜교씨는여러분들이아漂亮全世界都知道，过度肤浅了有点。네실제송혜교씨이쁘죠。네实际上的宋慧乔真的很漂亮啊。어실제송혜교씨는여러분들이방송에서보시는거랑별반다를게는사실없어요。其实真正的宋慧乔在私底下就跟大家在荧幕上看到的她的样子是一样的。等一下我这边解释一下。他这边提问的是宋慧乔表里不一嘛，可是刚刚主持人你刚刚问的他的是不是台上的宋慧乔跟台下的宋慧乔是不是一样呢？他说一样，一样，所以才会组圈呢。不是表里不一哦，大家不要误会。没错，这个翻译有一点点的问题。네啊继续。네그리고
현장에서특히저는굉장히아무래도저보다선배님이라서굉장히제가뭔가어려운상황에있을때많이뭔가도와준정말로너무나도많이도와준제파트너이자선배님이자제여배우였죠네那我们在现场，因为他是我的前辈嘛，那我们在拍戏的现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不晓得怎么解决的时候呢，就宋慧乔是以前辈的身份，就给他一些帮助、跟建议、跟鼓励。那他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前辈，然后一个很好的演员，然后一个很好的姐姐。哇，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这个又该完了，对不对？啊，혜규씨마지막으로요 OK.오二송혜교비하인드토크네 왜왜 게임을좋아하시는건가요你们又怎么了呢是还是希望我们玩游戏吗뭐那这样게임으로할까요게임으로那要玩游戏吗게임游戏要玩游戏吗OK 要玩游戏好 okay, 我们来看一看 OK 要玩什么游戏哎呦谢谢瞪眼游戏两人四目对视好不好뿅망치맞는거라고요진사람이 OK아땀나네요아니어떻게여자를때려요제가맞는걸로할게요怎么可以又打女人呢我来打我爱好了뭐라고하신거죠아他刚问说你们在讲什么我说他希望你们希望他们两个在一起他就啊一下제가맞는걸로我打自己，我自己打自己。어떻게또이이쁘신분은어떻게때려요？这么漂亮的，我们就舍不得打，就我打打我自己。是，所以呢，今天非常的谢谢，然后乔妹可以从首尔来到我们的成都，然后给这个重击带来最好的一个应援，然后最好的一个支持，然后让我们看到了台下的，然后除了江医生跟柳大卫之外的他们。所以让我们再次的把掌声还有尖叫声送给我们美丽的我们非常喜爱的演员宋慧乔好不好感谢你的啊这个慧乔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现场所有的朋友还有网络前的朋友们说的네이렇게송주기씨많이사랑해주셔서감사하고요송중기씨는여러분들이유시진이라는역할을좋아하셔서사랑이시작됐겠지만아마드라마보시는와중에송중기씨의진실된모습과정말또다른송중기씨의진심의매력을아시기때문에더좋아하시게된것같아요이사랑변치마시고앞으로도송중기씨많이응원해주시고사랑해주세요그리고더불어도저도잘부탁드리겠습니다那首先的非常的谢谢大家这么的喜欢宋仲基那我相信大家也是都透过电视剧太阳的后裔里面的刘大卫的角色然后大家都会喜欢上他不过呢我相信大家在看 刘大卫这个角色之外呢也有在剧中有看到宋仲基另外一种大家可能想要看到的一些魅力所以才会这么的喜欢他那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他感谢大家这么的喜欢他然后也希望你们以后也是一直支持他然后再讲一次是另外呢也希望大家也多多喜欢我支持我谢谢对그정말후배응원하기위해서멀리서까지이렇게와줬는데또오늘또송혜교씨랑또준비한게있는데
我们前辈呢为了鼓励后辈所以远道而来到现场所以我们今天有特地准备了一个东西 사실 저희는 태양의 후예 끝나고 태교 누나랑 태양의 후 드라마를 너무 많이 사랑해주신 분들께 언제 이렇게 직접 인사드릴 수 있나 그런 기회를 많이 찾았었어요. 근데 그게 또 오늘이 될 것 같아서 저희가 부족하지만 함께 한번 저희 드라마 OST를 불러보도록 한번 해보겠습니다. 네. 那我们在拍完太阳的后裔杀青拍完之后呢，我们有想过说，因为这部戏实在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嘛，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有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两个一起来跟大家道个谢，希望有这样的机会。那今天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机会，我们两个呢就准备了一首我们太阳的后裔的主题曲。 好，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宋仲基、宋慧乔。 선배님 떨리네요. 好 긴장어. 개인적으로 송혜교 씨는 이 노래가 처음이에요. 송혜교는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唱这首歌哦. 네. 노래 주세요. 언제부턴지 나도 모르겠죠 어느 날 꿈처럼 그대 다가와 내 맘을 흔들죠 운명이란 걸 나는 느꼈죠 인사하러 가실까요? 이쪽으로 갈까요? 여러분 송혜교 씨 박수 한번 부탁드릴게요. 감사합니다. 박수 부탁드릴게요. 감사합니다. 大家掌声谢谢他.
谢谢宋慧乔谢谢감사합니다제가